家好，我是蕾蕾虾米。大家好，安娜。Hello。我们现在啊买了一个很适合在海边用的东西哦。首先是这个树开遮阳帐，这个啊是快搭帐，你只要把它撑开来，它就直接成功了。那你只要把这旁边拉链拉开，你就可以在里面，甚至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，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换衣服。然后如果说你怕跑啊，如果是泥土地，可以把这边稍微钉一下，它这就不会飞来飞去。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空间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躲太阳，换衣服也可以。换衣服你就把这边拆掉，然后把这个拉链拉起来，就可以在里面换衣服，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来到第二个，一定要有可以坐着躺着的地方啦。像这个就很方便咯，这个很简单，你只要把它撑开来，后面把它架好你要的高度就可以躺着了，它就是躺椅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看着小朋友在前面玩，它可以这样子当躺椅这样躺着睡觉，看书看杂志，然后看小朋友累了呢就把这个整个躺平，后面的收起来就可以躺平咯。好，可以睡觉了。我家三天比较好，躺屁股都晒日光浴吗？这也是躺椅，刚好姐姐妹妹可以一人一张，或者是我和洋洋宝宝在里面躺着，然后看小朋友玩。组装一样，就是你把旁边的扣子打开，然后这边一样，他只要把后面这个扣住就可以了。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这个啦，一定要有一个桌子，这超轻巧的，他只要把那个他的四个角打开，桌子就好了，超方便的哦。你要吃东西放东西都很方便的东西哦，你看这个小熊维尼耶，我是爱小熊维尼。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买的东西放上来，就可以一起享用啦。大厨，你也可以带点心、苹果或者是水果啊、沙拉跟大家一起享用哦，很棒哦。棒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野餐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然后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个是鸡块，我会吃几口之后，然后这样子把皮剥下来。这些我都还要偷偷，在那幼稚园的时候，我还要偷偷这样子吃，因为老师一直说不能这样子吃，我就偏要这样子吃。三件时间，一口三。我跟小鱼喝可乐的时候，很懒得把它勾起来，因为勾起来它倒就是真的倒。那我们就会这样子把这个凹下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勾起来了，盖起来，勾起来再盖起来。对啊，你的好香。对哦，我们比谁最长，你先别吃。我开始吃了，我的应该比较长啊。姐，棒球过，姐球过来一下，哎，你不要打球。哦，